今天东京第二天，大家看得出来吧？我们现在就偶像团体啊，我们现在是偶像团体，今天很不一样。昨天是很丑，是不是？昨天是很普，昨天是搭飞机一早，机场时尚啊。昨天是就没有时尚，就机场邋遢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找了米其林三星的主厨。世界上还有三星的甜点店，很少听到三星。可是你不太爱吃甜点，因为你昨天说分家是我找的。在场就以我为标准，我是评审，因为我是甜点大王。我是大王，你是我的子民，懂吗？那我们是，我也是啊，我是。总结，不好吃的蛋糕，我个人是不想吃的。我也是。古早的蛋糕怎么样？很棒，但我自己比较不热爱。我想要偏。古早的蛋糕怎么样？配个冰淇淋刚好。好，我们就进去吧。OK， 我们进去看吧。他说可以沾三种不同的，你可以沾梅果，可以沾那个开心果，对，坚果类。甜归甜，可是因为它的巧克力好吃，是有层次的味道，就这个量是刚刚好，因为它知道够甜。那个加糖粉，我觉得真的会太甜。不会，真的。因为它糖粉的甜度跟巧克力本身不太一样，所以会有不同的甜味，就像要一口口咬。那用喊的会越来越融化，会融化。咬一口，尝一口。嗯，然后这是蓝莓，他家蓝莓会降低它的甜度，酸提升就要比较多甜重。对，目前第一名，因为昨天的布丁是比较让我惊奇的味道，但这个是很有层次，但它刚好两条刚刚好，再多就会腻。有，他给我测试点。请问你有腻吗？收尾的时候会突然很腻。就是你全部吃下去，应该是留在嘴巴里面比较久，所以两条刚好，韵味无穷。这也是很值得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是炖饭，是咸的、啊，是咸的，太棒了。第二道呢是我们的咸食，是一个梅果炖饭、嗯嗯。可以。第二道呢是一个咸的。我觉得他放在那个刚才那个，你不要敲门了好不好？我要自想入海。他米心没痛，好吃。还没有到我很喜欢的那种。那你喜欢哪一种？这更硬，但整体是整体是还。对，它里面有草，很罕见。那是啊。那你刚才白炒味，如果后面接甜点，可能会有会完蛋。你不说你要节食。怎么把两碗饭都吃掉？因为我妈她不吃饭，我就说给她吃她，然后她都会说好。三星明星，三星我不能错过。我觉得 OK， 很赞。你昨天不是还说见好就收？吃冰淇淋就要量留下来，就不要吞进去这样。满分。等一下，给我加点。超酥的。哦，这个很厉害。它看起来非常的甜，但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。我要吃一下这个樱花的，它中间那层有点像鹅肝这样的鹅肝，一直给我那种杏仁豆腐的味道，有一点，没有到很惊人，但就是不会难吃。我觉得它颠覆你对樱花的刻板印象。樱花就是樱花本人，樱花本人的食物我都不太喜欢。深色布丁，很深的布丁。嗯，这个比较不爱，它那个糖厚到跟布丁是同比例。这个布丁焦糖味很浓，因为它那层很厚。但我觉得是好吃的，因为它的布丁不是甜的，厉害的布丁是其实是带有点苦味。它有个茶的味道，有红茶布丁吧，茶的感觉的。这布丁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我喜欢厚的糖。啊、我也很爱，我是不爱吃糖。你吃那么大一片糖，然后你跟我说你不爱吃，哎、欸，又拍下去，又拍下去。刚拿了一个美国板块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爱吃糖的，因为你们都说好，就说等凤凰饼啊，看到也是有什么变化。哎、欸，这个也可以再点一杯，这个也很好吃。我是看那个层次感的，哦，看到面是咖啡了。哇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咕噜咕噜咖啡冻、哦，这个不行。哦，好苦，我知道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咖啡粉，有点中药感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刚刚上面没有那个咖啡粉。哇，很厉害耶！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吃，除了萨库拉。我个人你不爱好不好？然后一开始白炒饭你也不爱，真的很好吃。又拍下去，又拍下去。其他的千层很好吃。没有，你甜点的路途很窄，很窄。可是跟他出去还蛮棒，因为就可以吃两份你很想吃的东西。我真的是委屈你了，因为你、啊、因为你宣称你要坚持。今天里面哪一个最好吃？千层，千层第一名的话，第一名的话，有第二名可以点吗？布丁，布丁。你第二名是什么？炖饭啊。
炖饭就别说了。第二名就是好炖饭不算了，第二不算的话，樱花它很像那个杏仁豆腐，口感然后有点杏仁香。你也喜欢杏仁豆腐系列的事情，就是蛮惊喜的，对，没有很花花草草，觉得樱花也 OK。而其他的，那那一杯圣诞，你就是要把冰淇淋搅到下面的咖啡洞，因为你把上面甜的冰淇淋好吃吃完之后，下面的咖啡洞也不太苦。凭那杯很不公平，因为我们第一口就是最下面那个。对。OK， 走吧。好，走。那个白白的是什么？鲜奶油。冰淇淋。冰淇淋啊？香草。你最不喜欢的。香草籽的冰淇淋。哦，有香草籽啊，那一定要吃一下。草莓冰淇淋。它用香草荚做的。应该是吧？我有看到黑黑的、啊。嗯。高成本，高成本。应该是吧？嗯，那个蛋糕还蛮好吃的。这个吧。嗯。这下面是什么？卡皮？怎么了？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居然是我手艺耶！手艺，我刚刚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刚把它弄掉，然后这条直接从这边扎走。这下面是什么？卡皮？怎么了？我闻就是 for me 耶 ，for me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冰淇淋在中间。好、啊，大家吃。哇，很大口。嗯。很肥耶。你们那个好吃吗？好吃，还可以。正像那个陕西的旁边。我们应该是吃的最难，感觉最难吃的 YouTuber。我把它整个毁掉。我们是狂扫哎，真的。你不算只要吃一点点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甜食？想说你们都没有啊，冰淇淋。哦。哎，现实中这种人，不是你有可以啊，因为你但是不吃香菇，很多这种人好不好？哎，我不吃饭哦，但焗烤可以。然后哎，我朋友说我吃素哦，然后但是我要吃素肉。你的历史很不合理耶，素肉可以呀，不要乱举。很多 bug。人就是这样，他人生就是很多破绽。你讲的话要打大概三折。Later that same evening。那你就喜欢哪一团？因为我发现我有朋友有人是喜欢什么 Blackpink， 我喜欢 Blackpink。我也是 Blackpink。有人是 Twice，PK。Twice 我真的不行。Oh, Twice 跟 Blackpink， 我喜欢 Blackpink。我喜欢 Blackpink。是啊。我喜欢暴力女团。我要 2NE1。他们两个差别。哎，我们俩对到了。我他们。2NE1。哎，我也会。有人在听那个男生。有在听 Underground 的，你说有啊？类似告人没有成冰球乐团。康斯坦丁的变化球。我都有在听啊。你这是涉猎，你真的是 musician。musician， 就是说要聊深的，我是可以聊，我可深可浅。来个最深的作品，应该听康斯坦丁的吧？我觉得有几首蛮好听的。但我知道这个团，我知道这个团，蛮好听的哦。好，我最近喜欢陈贤进，我也很推。蛮有才，应该听赫啊，赫我觉得不错，也是一个歌手。是谁？赫，我最喜欢南希，一个男生赫，但他算流行啊。很特别的流行，就他唱的像韩国人。哇，他们两个也是涉猎很多哎，真的，杂谈哎，对。